然后就有人打了，有人在打。啊？鞋很厚啊，六千多。而且大比赛的时候，我们用鞋型，然后拉一些黑的东西，接后面有啊，晚上记起来了，好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又卡在尬聊。妈的，一定要每一场都那么难打。你应该小将，小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之前也有玩过。啊，你问他什么战术？毁灭，毁灭。你的卡。到两次，挑战三次开，GG啊！很少按压跟我一起，不行啊！还有变过一样。结束。
这样有吗？三百应该勉强吧。勉强吧。应该勉强。我攻击力。勉强，对。不止一千。